还是那渴望而站着。用完美都七成热，把切好的土豆放了。我冷漠的接受，你焦急的等待也很久。土豆炒至五成熟，把切好的豆角放了。刚刚来客人，那个又芸豆有点炒的有点过火了，想要把那个肉丝放了。加一些老抽上色。好，来一点水。水只要再和菜一平就可以。大火烧开，勾芡收汤。